陷阱怎么样？不小心站到这儿就被投到岩浆里去了。那今天我们就做一下吧。首先在这儿放三个方块，来做一个门框，然后在这边也放几个。大概放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在这儿放上门，之后到后边来，用围栏在这儿围起来。在这儿放两个触碰感压板，在这儿放几个绿色毛毡。把这两个方块打掉，在这里面放上投掷装置，用绿色毛毡盖上就可以了。之后我们踩到这个触碰按钮被弹到这边来了。我们在这儿打几个方块，往里面倒上岩浆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切换一下模式。让我们打开门看一下，不小心碰到触碰按钮之后就会被弹到岩浆里面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的话就抓紧做起来吧。大家还想看大吉做哪些视频呢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。